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日系1月23号星期二，由我李志晴同大家主持第九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807万。由于上一期嘅头奖有人中，所以冇累积多倍奖金，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57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咁喺搞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佢哋分别系梁永亨博士 BBS 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通善坛安老院永远会长黄柏源博士 BHGSA， 欢迎晒两位。同大家介绍下受惠机构，通善坛安老院乃非牟利慈善团体通善坛属下社会福利处全面资助的护理安老院舍，地点坐落于西贡白沙湾白沙台，占地约20000平方尺，全院设有50个社会福利处转介的资助宿位，专为年满60岁以上未能自我照顾的长者提供护理服务。院内设备完善，包括有期康室、护理室等，并经常举行各类型社交及康乐活动于长者，务求令长者在一个充满温馨愉快的环境下安享晚年。详情请浏览该院网页或致电27193902查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将举行，大家可以在电视机荧光幕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即刻去开始第九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搞出嚟嘅号码系30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0。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3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3。第三个解出来的号码是2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第四个解出来的号码是14号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4。出嚟嘅号码系6号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6。
出嚟嘅号码系7号 ，the sixth drone number is 7。將一個架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5號 ，and train number is 15。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都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2號、6號、7號、14號、30號、43號，而特別號碼係15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梁永亨博士 BBS 太平紳士，以及黃柏源博士 BHGSA， 唔該曬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在节目完结之后大概15分钟，大家就可以开始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预祝各位好运，我们下期六合彩再见啦，拜拜。